第三嚟傾射警報系統同埋滑波指數。咁先講講山嚟傾射警報系統。嗱，講呢樣嘢之前咧，有一個基本嘅觀念咧，我想同大家講清楚嘅。我哋講斜波安全或者講山嚟傾射嗰樣嘢嘅時候，我哋係一個廣義嘅講法。當我哋講斜波或者講石島場，我哋用緊一個咧，我哋其實包括咗咧係天然山坡，包括咗削土坡即係cut slope。 包括咗填土坡（fill slope）、包括咗石坡（rock slope）、包括咗retaining wall 擋土牆或者護土牆呢啲咁樣嘅嘢，我哋 collectively 統一用一個廣義性嘅名，就叫做 slope。所以呢一個咁嘅名咧，其實當大家聽嘅時候，唔好狹義地理解，可能係某一個嘅斜坡。我哋係通常會廣義地講。點解會分成咁多種類型咧？因為 佢哋啲咁多種喺唔同嘅削土坡、填土坡、石坡等等，佢哋冧落嚟嘅原因有啲係唔同嘅。更加重要嘅就係佢鞏固佢哋嘅方法係非常之唔同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會有一個嘅分類出嚟。